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肉，我是泰迪。泰迪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人类一败涂地，叫人类一败涂地啊。对，看看啊，你先选一个基本模型。我先看看。哇，这个不错哎。那我就用它吧。好，就用这个吧，叫碰撞假人来应用。雪人头。雪人头，你想要雪人头？啊，雪人帽。好，然后上半身。哎，雪人套装我穿一套的。哦，雪人套装。嗯。所以说这个游戏的双人模式啊，就像是我们以前玩的乐高漫威似的啊，是吧？它是分屏的。等会儿我一下躺下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什么有个跳、哦、，A 是跳，我刚才试过了，别的没了。然后就是旋转角度，你会了吗？会了。好，那你先训练一下，把这三个垫子搬过来。来，难道不是拆木条吗？来，拆看着。哎，我没抓住。服了。哇，哦，拆木条啊！啊啊啊！我还以为是。服了。我还以为是。那个啥呢？垫垫子爬墙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拆一根。好、哦，我也拆一根、哎。别跟我拆同一根。好，最后一根交给你了。走起！哎，拆着了没有？哦、拆着了。对呀、啊。耶！哎呀！耶！你的思维果然跟我不一样。走啊！我要去搬垫子的。拉杆。拉杆灯、哎。我觉得灭火器有用。等啊，看我用这个灭火器把这个玻璃给揍开啊！来吧。来来来。灭火器。我直接给他。嘿。果然。果然，哎呦呦，直接给撞开！那拉杆你拉一下看是什么效果？好，来拉杆，对准它，摁手，没对准，拉着，没对准，来试一下，我们对准它，好，摁手，走，啊，走，两只手，交给我 ，OK， 哦，不是抓住它，你这样拨它一下，哦，啊、拨它一下，这个桶动了，啊，分工合作，走，跳 ，jump， 我是大力士。哦，不行，垫子只能一个一个搬。垫子这一个一个搬。等等等，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，怎么了？看后面，撞开了。这走呗、啊。原来不用搬垫子啊。啊。我再撞吗？我已经过来了、看我揍你。你拿头撞吗？你是要？看我揍你，拿下去。看我把你拿下来了。还想揍我？哇！看我给你扔过去，我给你扔过去。是要把。头撞开吗？拉倒吧！好看谁先上去？哎，鱼走！谁先上去？来，鱼走！你砸我脑袋了！砸我脑袋了！啊！怎么向下推手啊？问题是？你松手不就行了？啊！我用脑袋给你顶上去了。下去吧你！我们俩都在这玩一年，我跟你说。我先上来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拉桶，拉杆。啊！好，我也来了。来，冲啊！你上得去吗？伸手，然后我要抓你了。哎，别抓我！别抓我！什么跳来着？这不用跳，这直接伸手就行了。啊！伸手往下就行，不用跳。好了。哎，等会儿我这视角，我这视角，等会儿，哎呀，我过来了，等会儿啊，往上伸 手，然后摁下，然后哎，走，然后松手，松手，好了，过来了，好，走，哎，我用我低着头，别抓我，你，我没抓你，你不要，你把我推倒了，直接趴地上了，当心，这有个坑，当心，这应该，哎，我又躺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按 X 是躺下，是吗？嗯，哈哈哈，哦 ，X 我知道了，是装死。X 是装死，怎么起啊？哎，怎么起啊？哎呀，没抓着，怎么起啊？看着，哎，别走，别走！啊，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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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经一点。你过一个，这我，哎，等会儿这旁边有个东西。哦，要拿它来辅助一下是吧？来，拿，没拿着是吧？这样抓住，走，来，慢慢拿，让开。我先试一下抓住这个铁球。这怎么这么沉呢？来，这得两个人吧？是吗？等会儿我先试一下抓住那个铁球。好，我要看你抓铁球。冲啊！耶！我可以松手。嘿，这哇！耶！厉害啊！那我也来了吧？起！我指望你了。看我这个姿态呀！来，我们继续走。走，让我们走吧。这是去哪里呀？来！欢快的跳起来！等会儿我看这边有啥。我好像按加速键的。啊，我也想按。这个加速键是装死。对，这没有加速。好高啊！已经爬到上面了。
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的南瓜头先走了，跳起来。又是这个很重的玩意儿，跳起来。哎，又是他。这不是他吗？这个车我第一期里面就扔过。我看一遍，我见过他。等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去哪。这底下是，我看看。你跳吧，我不跳。我不是很想跳。那跳过去呗。开玩笑呢，冲啊，走起。你为什么要举着手啊？我想抓死了。请问你为什么举着手？我落到这边来了，我还得重新爬楼。好，你踢皮我。对，不是。好，你运吧，我跳了啊。我要跳了，就来啦。就按你跳的过去一样。嘿，哦耶，我过来了。哎，我帮你开车吧。啊，行，我帮你开车。来，跳下来。你看，直接上车都帅。对，你让我先扒住铁球，冲啊！biu， 抓！哇！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别松手。好，拉杆，动了吗？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我怎么变了？你坚持住，坚持住。我已经，我很坚持住，我再坚持。还在走吗？我不在了。哎，能不能从你把你从上面弄过来？不动了。不，我得再往回。哎，往回胸牌。我再往回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起来！拉！哇，帅气！大成功。然后我们还再回去。嗯。这么复杂吗？哎，我这。哎，我在了，快抓下去！你乐的都站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跳不上去，还得。然后呢？这是弄啥嘞？这肯定要到这块板上去吧。Jump， 你上得去？等等，我们先观察一下，这不有个门吗？这有个箱子。先过门。等等。嗯？你知道如何过吗？哦，这门得有按钮。嗯。是从那边开的。哎，那是拉杆。哎。嘿呀！我装死了。你装死有什么用？过压呀！你让我看看这下面是不是要把这棍儿打断？不是，那是根液压棍儿，你打不断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过不去了，这球的位置不对，嗯，只能靠我拼一下了，我看我能不能。哎，我把这个杆拿走了，是吧？但是我自己也下去了。我看见你摔下来了。哦，很好很好，你做得好。哎，等，板呢？板呢？我被卡在碎石堆里了，等会儿我随便，我抓地了，救命！来，我帮你拽出来不就完事了？哎呀，我帮你拽出来。哎，我自己出来了。好。这样就可以跳了，是吗？哦，这么近还跳不过去啊！让我先上。你看看我，啊！啊！好。哎！喵！不，这车没用啊！上不去。亲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干嘛？你这个石头啊，得给它垫起来，给它垫平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上不去。不是你抓着我就上去了。然后我再拉你一把。对，有道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，我踩你脑袋啊！我抓住你屁股。你抱我也行。好，我这个角度啊，伸手，伸手。冲啊！冲啊！呀！抓住啊！我直接上来。那我是不是要死？你别动，我抓你啊！笨蛋啊！哎，没事，我要挑战跳过去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练习一下我的操作嘛。超级跳！跳好了，哎，可以。哦，上起！耶！过来溜！来，走，往前走。来，这不是把这个玻璃板弄碎吗？你没那本事。别！笨蛋啊！咱有拉杆，要拽这个拉杆。不是控制它的吗？不是，看起来这个拉杆就拽呀。我拽呀！操！我把拉杆薅下来了。开什么玩笑！哎，就是薅下来，就是控制它的，你看，连起来了。哎，谢谢啊，我。哦，你直接可以走过来了。但是我们怎么？那肯定得把这个玻璃板给薅开，看着。好。耶！就回去拿块石头。回去拿块石头。对，回去拿块石头。我怀疑那个拉杆也能给它砸开，但是我决定用石头，看我的啊！哎，我来了！啊，去死吧！哎，砸不开！啊，去死吧！这没戏！我用箱子！不，拉杆是铁的。不是箱子正好要垫上吗？啊，是吗？对啊，箱子要垫在那个按钮上。你还是看我的拉杆吧，开！哇，那你还是得把箱子拿过来。
你给我压压中，我送，扔我后边了。天哪，这碎玻璃太气人了！哦，进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压住了，我来了。哎，这有个拉杆。你运箱子，你在干什么？不用，这不开了吗？肯定有用，开是开了，后面肯定有用。来，薅拉杆。等等等，先把这个箱子拖进来。我这拉杆杠，这可能需要先。这叫未雨绸缪，知道吗？这些所有能利用的东西都得提前准备好。你看，我哎，我又撞死了。我去躺那去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哦，是要拉下来是吧？对呀。来，让我看我的。看我的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干嘛？哎、我要用那个棍子给它敲掉。棍子，看着啊，看我的啊，看我的啊，看我的！然后我一个转，可能要发生什么搞笑的事情。看啊，看我、啊，我先往这边啊，然后我金箍棒，砰！没打着，打着！来金箍棒呀，战战战！我再来个金箍棒，看我的！耶、哎，成功了，差点拍死我。走吧，然后拉拉杆，拉拉杆，拉拉杆就会开门是吧？啊，应该是，你看着那门。我估计你要给它薅下来了，来吧。并没有啊。哦、嗯，那我们得把这个拉杆挡住，要不一松手就它就回去了。让开！啊，不要拉杆，不要松手。喂喂喂！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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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成功了。走喽，欢快的蹦起来。蹦起来。又是拉杆。等，先观察一下，先不要拉。哎差点掉下去，得哦啊！要把箱子运过来。你看，我说箱子有用吧？嘿呀！你怎么过去的？你这是？我跳过去的呀。一只手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好。嘿嘿，不需要摁呐。这个按钮啊。不需要。是吗？哦，这要跳一下是吧？啊。拉拉。哎，我这儿也需要跳。飞呀！飞呀！上。其实人家是用那个机器控制过来，哎、结果我们俩太能跳了。哎呀，有上有有，你掌握了有有啊，有有切克刀吧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姜还是老辣，为啥下不住啊？上来了，来继续往上。哦呦啊，上来了，我直接爬这边不就完了？哦哎呀，忘失手了，哪边啊？这边啊，还是爬这个好爬。哎呦呦啊，上来了，走起。这不对，这上来没用。哦，这有根你把这个杆子木杆撬，得给它拿起来啊。哎呀，妈呀，妈呀，妈呀，太坑了，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的台子被我知道了，拿石头砸这个墙，我认出来了，这墙是能砸开的。哪个墙？这个没拿着。哪个墙？那个白墙啊。我拿块最大的。开玩笑呢你。一呀，砰！石头也能砸开？厉害！那你了。多。不可能。有裂痕了，有裂痕了。让开！我砰！天上我们掉下来的东西，我砸开。天上掉下来。视频教学，你让我看看啊！还不需要什么？又是一个人的。它并不怎么结实，对对对，对呀、就是让我们砸开啊！砰！啊！漂亮！是不是？还是姜老的辣？还是姜老的辣、哦？哦，这个车让它撞开这边。不是，看着。不是，就是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怎么了？挪开石头，挪开石头。抓住我的啊！好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抽筋了？你要挪开这个石头。走，我们俩走。不行，不是这么玩的。上面没看有个木棍，我又撞死了。就是挪开木棍就行了。我又撞死了。你先装着，我上了，我上了，上，拿木棍呢？拿。来，拿个鼻子。来，哦哦哦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救命啊！这个小等会。木棍又挡住他了。哦，拿开了。哦，车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撞开了。啊，你去拿什么去了你？我拿石头。不需要了，你走了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我又被砖块卡住了。哎呀。然后就跳呗。哟，可以啊，你掌握了。但是你得先走，你在那儿我跳不过去了。哦，你这样子让他荡起来。等等，让我过去，让他荡起来。啊。他荡过来的时候我跳。等会儿我先过去再说吧。能这可以吗？可以直接跳过去了啊！好，但是他在站着。揍你！哦哟，厉害！好，
我来了啊！嗯，我来，我看不清，好像我看不清。我走你！回来拉我一把！我过不去啊！快回来，回来，跳回来，跳回来拉我一把！抓住我的脑袋！哎，你这样不行，我上不去吧？这样上得去，上得去！哎，上！哎，就完了！我也要死！我们俩掉在这儿，你往下拉呀！我再往下拉，咱使劲了好吗？哎呀，失败了！哦，我来上！都掉下来了，掉哪儿啊？掉这儿。伸手，伸手，走，嘿呀，好，轻松。你先过，我先过了。好了，运送你。好大帅气。起。哦。哎，运送你。糟糕。我运送你。糟糕，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箱子哎。啊？有箱子过来吗？我看看啊。这边好像需要一个箱子。这踩住哦，踩住就会开门是吧？哦哦，但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压住吗？你过去了吗？我正在往上走，我现在踩着它开门了。嗯，你进去看能不能拖出点东西来给我。好，快，我看啊，帮我压着它。我看啊，嗯，好像并没有哎。但是有个箱子，哎，这样，我知道了，嗯，我知道了，嗯。我现在保存了，然后呢，我踩着这个按钮，你过来，然后你就会保存。哦，然后摔死。然后摔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你过。好，这招果然很神呢。来，保存。哦，刚才应该是一起保存。啊，一起保存了。所以我现在摔死。啊，你摔死，看你摔在哪。走，喂。摔。真帅。摔到哪去了 ？Hello。哎呀，可以呀。是这么玩的吗？来吧，来吧，这个游戏就是这么随意啊！我先抓一把看看。嗯，哦，那块板，你上啊，哦，你上，我再给你渡过去。就，嗯，好，来，你上，上，我给你渡过去。来，走。再走了吗？没有。这样呢？没有。等一下。这样呢？在。好。哎，直接跳的。好的。那么，然后呢？我看看啊，我怎么过去？我哎呦，我直接跳不就完事了？哎，对呀，从这儿应该很简单的。有道理。还坐啥车呀？这个距离不是轻松吗？我也不能大意，还是把手伸起来。嗯。哎呀，哇，相当轻松啊！这个必须得按。还是用保存大法。好，你先踩了，我进去看看有没有箱子。嗯，我给你拖个箱子出来。哎，保存了！现在我死一下我就过去了。等我弄块板给你压住啊！啊。嗯，哎，这个板应该给叉车。其实我死一下我就过去了，我死一下。好，你死吧。来看我帅气的空中撞死。来了吗？还在摔呢，我过来了。哎呀，我还摔得好惨。哎，你那个什么，你摔的时候能不能调整方向啊？往下摔的时候我不知道。嗯，等啊，我们现在应该把这块板放到这个叉车上。那就累吧。然后空降上去。哎呀，我扒住地了。嗯，但是我们俩直接站在这个叉子上不就完事了。你先伸出手去再低头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好，趴那啊，趴那别动啊，走了，啊，走没走？走了，啊，没有。等，哦，我知道，我抓住头，我得抓住头，好，等我五分钟啊。等，我还得在这趴五分钟。等，我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别着急。笑死我了。不是，我过来。果然是一败涂地呀。等。抓，你把自己下来，哎，抓住了，然后我再上，好。但他并没有动啊。得上，得有哈哈哈哈一个后空翻，哎，上了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天，我还是下来吧，就得这块板。哎呦，刚才那个什么姿势？我感觉我自己的腰都疼了。哎，等会儿这底下还有块什么？拽过来，不是，这玻璃肯定是有什么用的，我跟你说。哦，板到位了。走，拽开，拽。玻璃一般都是砸碎的。拽，有东西砸吧，你先说。这个板就可以砸是吧？行，我们升上去可以干嘛呀？我哪知道，先上去再说呗。来，抓住了。来，没抓住啊？没抓住。再来，来，没抓住。好，上，抬头。往上看，好，保持住啊，保持住，嗯，喵，轻松，好，你在那等着吧，我来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哎，那就是出口的门呐。哦，看到了，那保存大法，我过去保存，
然后你就可以传过来了。哎、你摔下去就完事儿了，应该。哦，哎，我可以把那个管子踢下去，把那个玻璃砸碎。嗯，虽然我不知道干什么用，但是这下面有个拉杆。哦，拉杆是控制它的。嗯，好，等着啊，这个管子要下去了，下去吧，你看。管子下去。加油！等啊、加油！看我的啊，看我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你给我过去吧，卡住了呢。没动。哦，可以。你下去吧。起。你把它从中间那个方框里出来不就行了？是吗？哎呦，我都要下去了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笑死我了。哦，就快了，就快了。就快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实际还有一大截。我拿住这头。然后给他往那边怼就行了。嘿，不是，嘿，怼，切，往前走，有没有掉下去啊？哦，没有。哎，往前走了，往前走了。是不是啊？是是是是是，加油啊！下去吧，我顶住，顶住他。哎呀，我又过去了一点。对。好，我在这自己顶住他，我顶住他了。笑死我了！我顶住他了，跳啊，掉下去！你用脑袋撞他一下。好，我这样啊，我先抬起头来，然后突然低头，突然低头撞他。狠了！来啊，来啊！嗯，来，顶倒！没撞着，撞杆子，来，撞栏杆上了。哦，撞栏杆上了。后退一点是吧？后退一点。好，再来啊！嗯，不行。不行，我放大招了，我要用这块板把它那什么。砸碎啊！不可能吧！来抓住，起！好呀，棒！纹丝不动，我放弃了，就得使这块，就得使那块棍。但是这个棍现在被我们卡在这儿了，我们刚才应该举起来，不应该让它从这儿走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现在卡 bug 很难办了，卡 bug 了，快把它弄下来啊！我举，谁把它弄下来，谁就成功了。我也要尝试抓那个杆了。好、啊，来走呀，韩家，韩家，韩家，走！哦，可以。拔错了，拔错了，拔成这边了。但是压到他了。你松手抽六的时候再抓。喂，松不是？喂，松手抽六到一半。喂、啊，好，哎，别动，我去抓住你。好好好好，你松手，松手，不要松手，落下来，视角落下来。啊，视角落下来。好。不是让你人下来啊？已经坠下了。没有，你踩住那个杆子了。你这，你别动，别松手。好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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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拽你啊。啊！拽不着，太高了。我跑起来，我跑起来。你行不行、啊？这样它都不掉下来，这个杆子啊！你晃一晃，你左右晃一晃。别松手啊！对对对，晃晃晃。晃晃，对，有戏。我在荡秋千呢，我。对对，你多晃啊！成功了。耶！吓死我了，刚才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快拉拉杆，看看是会发生什么。你拉吧。好，来。拉。走你。开了。拉杆又被我。我要怎么上？拉杆又被我拽下来了。没事，它这样就会保持开的状态。啊，好，走，我们上吧。然后我们怎么过去呢？我哪知道？要通过这个东西荡过去。鸡嘛高端，我的妈呀，看着我来看我技术流的高端操作。趁他在荡，待会儿就又不荡了。高端骚操作，可以荡起来。哎，帅，帅气啊，帅气啊，走了。哎，那没走没走，来走了。哇，成功了，直接保存了。那你呢？我死就完事了呗。啊，完事了，完事了。你坠完了。对。啊，我们过来了，耶、yeah, ，成功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人类一败涂地就玩到这儿了。嗯。双人模式这个欢乐比较翻了三倍，是吧？比单人模式更欢乐了啊！好，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